大溪是金枣的故乡，金枣啊有真济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啊果酸果胶，所以对我们人体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养价值。我照顾这吼，真正是足用心的。金柑又名金枣，为宜兰最重要的农作物，其中以礁溪为主要的产区，故礁溪素有金枣的故乡美称。礁溪乡位于宜兰县的东北边，温和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，孕育出傲视全台的香甜金枣。老公啊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金枣在哪里得名？走了吗？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你今年算你得奖啊！给你送上来，来来来，上这个变台给你恭喜一下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拢总是用家庭的小企业，伫顾这像甲顾囡仔同款，因为咱的水果啊，你也无够用心去甲伊顾啊，应该袂展出真好的品质啦。那么咱农会啊嘛，为着开展咱的金柑的附加价值啊，我们做了很多咱的金枣 Q 软糖啊，我们的金枣面膜啊，金枣鲜果礼盒啊，这东西对着咱的附加价值、咱的农业价值来做提升。礁溪拥有台湾少见的碳酸温泉，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辅导农民发展出温泉产业，以温泉灌溉出温泉蔬菜，不仅营养丰富，更增添特殊风味，也是来到礁溪不容错过的优质农产。咱溪有温泉，温泉有真丰富的矿物质，咱农会以温泉甲农业结合的理念，来辅导咱的农友生产温泉用菜。温泉菜粿、温泉咖啡笋、温泉汤马豆，尤其呢，咱的温泉硬菜清脆好食，咱的温泉汤马豆呢清甜又有营养，嘛真受到咱消费者这个欢迎。所以你若来打开，你一定爱来试吃看卖，咱的在地优质的温泉蔬菜。礁溪乡农会开发的温泉米粉，以特产温泉米为原料，运用冰水磨米，完整保留住米的独特风味制成，有别于一般米粉的创意与独特性，使得礁溪温泉米粉荣登台湾十大伴手礼之冠。尤其咱温泉米粉荣获全国最佳伴手礼以后呢，咱更加来推出的啊，咱温泉臭米米粉，咱的臭米米粉内底。臭米非常的健康，有维生素 B 群啊，有多种的微量元素，所以让你当轻轻松松来养生。这些深受欢迎的产品相当热销，礁溪乡农会特别为礁溪的农特产品成立礁溪汤炼物产馆，结合礁溪温泉魅力与优质农特产品做规划行销。溪乡是著名的温泉乡，我们用温泉的图像、汤的概念。来营造礁溪乡温泉蔬果的这种特色，多元丰富的农产，代表大溪乡农特产品的独创品牌。政府辅导大溪农会成立的礁溪汤炼物产馆，即马呢正在筹备促销当中，我们预计在下半年来正式营运。咱希望透过咱馆的规划甲活动，和咱的农民会当真专业、真在地来拍拼生产到咱的农特产品。拥有如此丰富多元的农特产品，仰赖农民的辛勤耕耘，而礁溪乡农会对产业的积极推广与经营更是功不可没。近年还屡获农金奖、金推奖的肯定与连霸殊荣。咱农会辅导农民成立产销班，召开相关产业的讲师训练。提供新的栽培和管理方法，辅导农友申请蔬果安全基因谱认证，生产优质、安全、健康的农产品，提高农民的收益。咱将大家乡优质的农特产品，以及我们的产业文化、我们的体验交作，来呈现希望用咱的农业体验跟咱的旅游来做相结合。温泉闻名的礁溪乡，以纯净水源孕育品质精良的农产品。未来礁溪乡农会更将带领农友们以开发更精致农业为己任，将台湾的顶级温泉产业推向世界舞台。
咱的农会会当来辅导农民来做好的伊的安全认证，而且呢，伫咧咱农民的农特产品的部分，伫咧消费市场呢，也会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，真健康、真安全、真安心，创造双赢的局面。